Jauh lima, muka surat ke 5-jumlah kebenaran Malay. 6 Kata nama am um dan kata nama has. Kata nama am adalah contoh. ialah yang biasa. kucing, murek dan pandar. Kata nama has. Contohnya si putih. Limeng. Dan mua. 好 g a d e n u m a h a s 呢，就是特别名词，就是用来称呼啊、哦、一个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地方等等的啊。普、哦、通名词呢是广泛的称呼，它是泛指某样东西或者是某一样物种某一种品种。但是特别名词呢是独有的啊、哦，某一只猫的名字我们叫西部 b u d a y buday，某一个学生的名字立命。好，moa m 麻坡。 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某一个特定的市镇的名字啊，就是特别名词。而且呢，这个 Gatenamahas 它的马来文字母呢是大写的。Enaknya menjamu s a l e r a Enaknya menjamu s a l e r a 好，Enaknya，Ena，e r d i n i a s e d a b l a z a r 好，Enak 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好吃，好吃。 m e n j a m u s leher, a m e n j a m u s leher a 就是大快朵颐、很开心的吃的意思哦。Enak n i a 就是可口的、美味的哦，尽情大吃一顿。Enak n i a 真好吃啊。Enak, artinya sedap ada lazat。好，enak 呢就是好吃的意思哦。m e n j a m u s leher, artinya makan dengan s e b u a s boas n i a 就是尽情的吃的意思哦。 Masanya adalah pada 7.15 malam. Masanya adalah pada 7.15 malam. Sekarang ini adalah 7.15 malam. Restoran Makanan Laut pada Restoran ini adalah di tujuh Irama. belas Irama. Sekarang ini Pokok pada Proton Persona, belas dan sepupunya. Proton X7 Blue, Pak Chek Yong dan Mak Chek Ang di Pandai Irama。好，小朋友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七点十五分。然后呢，这个 Ian 和他的家人，还有他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啊，他们都在这一个 Restaurant Makanan Lau Lau Yan 流燕海鲜楼。 啊，这个流意海鲜楼呢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 Bandai Irama 啊，这 i r a a 海边，在这 i r a 海边呢看得到什么呢？Jetty 码头 b o、ok、c o r u 好 b o、ok、c o r u 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 b o、ok、c o r u 呢是长在这个海边的一个植物哦，叫做木麻黄。木麻黄。好，Jetty 是码头。好，然后呢，伊恩的父亲呢是嫁这个 Broton Persona 的。 然后呢 i n 的堂表兄弟姐妹呢，他的家人啊，是他的爸爸叫做 Patrick 杨先生，杨先生呢嫁的是这个 p r o d o n X 七十，然后呢，他的妈妈叫做洪女士啊，洪女士。m e r a k e c r e t a 搭车 Locasi Restaurant 餐馆的地点，Locasi Restaurant 餐馆的地点。 Kloaga se bubu, k l a g a se bubu。堂表兄弟姐妹的家人，堂表兄弟姐妹的家人。The be l a u d the be l a u d 在海边，在海边。好，小朋友们，我们先把这个课本里头的这些图片啊，上面的这些字呢，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造句。Do you stand a m a l Do you n m a l 晚上七点半，晚上七点半。

各种各样的选择，三月 cigars，三月 c i g a r 非常新鲜，非常新鲜。好，待会呢，我们会用这些字来造句。巴德布古拉班马浪，巴德布古拉班马浪，晚上八点，晚上八点。p e r l a y a n p e l a y a n 适应生，适应生。五当曲里老宴，五当曲里老宴。刘燕辣椒虾。 柳叶辣椒虾，好，这些呢是柳叶海鲜餐馆的侍应生端上桌子的菜肴，有什么呢？哎，这个呢就是柳叶辣椒虾，柳叶辣椒虾 <noise>，好，这个是伊拉玛海滩的烧烤进木炉，好，这些都是食物的名称，食物的名称。 啊，所以这个也是嘎 a 那么 h a s g a h a s 本来样子嘎 a 那么 a m 本来样子嘎 a 那么 a m 所以是医生呢，在这世界上啊，千千万万呢，哈，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一个刘燕。 辣椒虾，留园辣椒虾，只有在特定的地方，也只有在这个留园海鲜楼找得到，所以这个呢是特别名词。还有这个是伊拉玛海边的这个烧烤金木炉，也是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地方有，所以这个呢是 gotta na m a 得那么哈斯，a 得 a 么 a s 好，乌当西部布炉一干虾膏，这些呢都是普通名词啊、哦，因为世界上有上亿只的虾。 啊，这个竹滩也是有上亿只的竹滩，一干沙格，这个是金木炉，金木炉也是世界上有上亿只的金木炉，所以呢，这个是泛称哦，泛、啊、指某一样动物啊，所以呢，这一些都是普通名词。好，这个也是普通名词舍不 b 普通名词。好，包括如也是啊，木麻黄，世界上有数一颗的木麻黄。 好，再来呢，jetty 码头也是哦。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码头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普通名词。但是 restaurant、rest makanan、l a w l a w y a n 是专有名词、特别名词。p r o t n s o n a 也是特别名词。e n 也是特别名词。m a j t a n g 也是特别名词。b a j t y o n g 也是特别名词。p r o t o n x DO u o u blue 也是特别名词。banda irama 也是特别名词。 好，老师呢已经把这些呢做成一个表给你们了哦。不累不累，印尼啦。Senarai, get the number one dan get the number two。好，小朋友们，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普通名词跟特别名词的列表。Get the number one，普通名词,词，jati, pokok, rupa, sebulu, udang, sibulbulu, ikan siakap dan pelayan。 好，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看得到哦。这些呢，全部都没有大写，全部都是小写。哦，这只是普通名词，就是一种泛称。g a t a n a m a house restaurant, makana n laut lautyan, b a n d a i irama proton X d u j u b l u b pacik Yong, macik Ang, proton persona udang c i l i lautyan, s i a k a bakal pandai irama. 好，小朋友们啊，这些呢就是特别名词啊，都是大写的。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字的字母啊，都会是大写的。这个是特指某一样东西，特指某个地方，特指某一个地点，特指某一个建筑物，还有特指某一个品牌，特指某一个人等等啦啊，或者是。 特指某样食物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找得到的食物。好，小朋友们，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行程表给写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七点十五分、七点半跟八点。那么我们的行程表呢，要从七点开始，然后呢，七点十五分我们就要开始写了，好不好？小朋友们啊、哦，你们要接下去写这个行程表啊，老师会给你们建议性的答案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内容。Pada pukul tujuh malam, kami bertolak ke restoran makanan laut lauyan. Restoran itu dimiliki oleh bapa saudara kami, Patrick Lau.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哦，在晚上七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启程前往这个刘宴海鲜楼。然后这一个餐厅呢，是由我们的。 叔叔刘先生拥有的，所以这一英呢，他的全名叫做 l 一 u y i a l i 所以呢，他的爸爸姓刘，他的叔叔也姓刘，然后他叔叔开的餐馆呢，就叫做刘燕海鲜楼。然后呢，可能这个 l 一 u i 他的妈妈是姓 Ang，当然也有可能是姓用 o n 了啊、哦，这边没有交代很清楚。如果是堂表的话，这可能是一英的舅舅。 不然呢，这个可能是伊恩的阿姨啊，这边没有交代清楚了啊，所以伊恩的妈妈可以姓杨，也可能姓安了啊，所以他们呢，跟伊恩的爸爸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他们呢，其中一人是跟伊恩的妈妈有关系。k j lima b l a s a l a m kami s k l u a g a i b a di r e s t r a n itu kami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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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晚上七点十五分。 我们一家人呢,抵达了这个餐厅,我们要怎么样? Oh, Sabtu, pada 30 hari bulan Januari tahun 2021, pada pukul 7 malam, kami bertolak ke restoran makanan laut Lao Restoran itu dimiliki oleh papa saudara kami, Pakcik Cik Lau. Ini pada pukul 7.15 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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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他在那边啊，就碰到了他的表弟啊、哦，还有他的爸爸杨先生，还有他的妈妈洪女士。晚上七点半，晚上七点半，Kami sekeluarga memilih a k a n a n l a u h i d u di restoran makanan lau lau yan. t d a p a t berbagai jenis makanan l a u h i d u di situ. seperti u d a n g sibuk pulu ikas siap a dan lain-lain lagi. 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啊，就在这一个刘燕海鲜楼里头呢，挑选这个活海鲜。活海鲜啊，makanan laut hidup 是活海鲜啊、哦，那个鱼呢，还是活蹦乱跳的啊、哦。Terdapat beberapa jenis makanan laut hidup di situ. 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活海鲜就好像虾竹摊金目录还有其他等等什么玛格南老黑毒羊腿蛋白低吸毒三啊 c i 什么玛格南老黑毒羊腿蛋白低吸毒三啊 c i 那里所有的活海鲜都非常的新鲜那里所有的活海鲜都非常的新鲜 b u 不哭拉拌马郎 b u 不哭拉拌马郎 在晚上八点，在晚上八点，seorang p e l a y a n menghidangkan beberapa hidangan yang enak，有一位侍应生端出了美味的佳肴。Kemudian saya dan s e p u t u s keluarga mula menikmati hidangan makanan laut yang menyerlahkan l。然后我和我的表弟一家人就开始享用开胃的海鲜菜肴。 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课文朗读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